make massive noise for B-Boy Wheelie Rock!大家有看到我身上披的这条毛巾，大家应该有一些人有拿到哈，是由我们今天 TikTok 第一位所赞助的这个毛巾。那这个毛巾呢，上面写的第一位，我前面也有讲了，我们台湾也有第一位，世界也有第一位，他是谁呢？他是打破我们世界纪录，拿下我们第一个单手大炮的男人 ，Weekend B-Boy Monkey King。评审老师呢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这个非常非常不巧的，他在昨天有这个小小的车祸，所以他今天呢没有办法带来这个最完整的 judge solo， 但是他每一场呢有他评审的 judge， 他都有带来非常非常精彩的 judge solo， 只是可惜呢今天没办法带来完整的 solo， 但是他还是会出来示意，还是会跳一下给大家，所以大家尖叫声掌声给我们执行我们原创 originality 的 B-Boy DC represent supernatural。大家跟着节奏一起打，看，看，看不出来是有车祸的这个状况哦，可能因为我们 DC 是来自我们的加拿大，可能外国人对我们车祸的这个定义有点不一样，对对对，他是有点稳哦。好的，下一位老师呢，他是今天我们评判执行的 execution 的部分，他呢来自我们的 challenge 以及我们的 Suzuki， we got a B-Boy Chaco。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位评审老师啊，他今天呢负责是我们回应我们 Battle and Cyber 的部分，
那我们用最大的暴动声来自我们 Formosa 以及我们 Slugi， 还有现在是我们国家教练的 B-Boy Big Man。 大醉大醉大醉 in the house，Solo， 大家给我们五位评审老师再一个最大的 respect， 给他们一个最大的掌声以及尖叫声吧 ，Come on！